对，我跟你问一下吼。啊，啊，恁夜班要带全全去美国，敢有跟你讲？有啊，有啥物问题啊？当然嘛有问题，这问题大咯。哎，甲恁这两个时段等咧厝诶，啊，囡仔带伊做伊去美国，啊，你拢无甲反对哦？无啦，啊，伊即摆带全全去美国读册，迄是好代志啊，我是安奈反对啦。伊拢无顾虑到身边遮个人的心情，安尼敢袂伤过自私？你来讲，阮亚芳自私哈。伊当初就是想要出国去读册，伊是为着恁正南，为着全全，伊才无出国才放弃的。啊，今麦真无简单，有一个遮尼好的机会，伊要陪全全去读册，啊，要去完成伊的梦想，你着爱甲支持，吼，互伊去完成，恁莫甲动哦。你是全全的外妈，啊，无你嘛体谅一下我这做奶妈唔甘心离开的心情。我嘛唔甘全全，啊，不过咱即摆是为着囡仔好啊，咱袂用去阻挡囡仔的前途啦。你嘛伫奇怪呢，迄破病人是我呢，我乃感觉你头壳歹歹啊。无啊，这明明好代志，你啥来要阻挡啦？好好好啊，阿姆妈，恁两个人哦，拢是咧关心全全，啊，有诶好话讲，爱冤家嘛。啊，好啦，甲恁讲袂通哦，我规日也是我金孙讲啦，互伊了解讲哦，伊若离开我这做阿妈，都活袂落去的心情。阿母，你哪会当对全全情绪勒索？我找我的金孙去甲伊开讲一下，讲一下我的心情，什么叫情绪勒索？啊，唔可，你用买死买活的手段威胁全全，这就是情绪勒索。你唔是讲你足爱全全，你哪会当咧对待？我是想要教全全啊，友好时段，让伊了解讲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独立。阿母，你破病我嘛就唔甘你耶，啊，不过这个机会对全全来讲真正就重要，影响到伊一世人。啊，真的嘛，留伫咧台湾照顾你，我离开进前嘛，拜托医生好好你上好的治疗。啊，你安尼讲袂输干呐，我拢无替全全想，我会害伊哦，我是因阿妈，我有可能害伊吗？我叫你莫带伊离开，还是因为我做面妈妈着全全发生意外。我想要甲大家，我身躯边我才会感觉安心，我才会当好好保护伊。我是到底倒位做唔对哈？我安尼为着伊想，我是有做唔对什么代志啊？啊！哎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莫安尼啦！啊，冷静啦哈！好。哎呦！哎。看啦，讲几位啊？冷静，冷静。阿母有要紧无哈？放心啦，我无甲全全吼，带到倒来之前，我袂死。好，大家拢无歹意，阿母你莫遐激动嘛。歹势啦，啊我拄则讲话嘛有较超过，我应该等大家拢冷静落来才好话陈述。好啦，莫遮冲动啊啦，吼，冷静一下。哎，阿婷啊，你先送金转去啦，吼。好啊。阿母，我陪你来等啦。好，冷静，冷静，你看看。我原本就是讲，阿母已经同意啊，想袂到伊竟然阁这么激动，这么反对。我也唔知哪会这如诶。啊，头拄仔讲话吼，嘛是安尼愈讲愈气啊，我规巴肚火唔得压起来，你知无？啊，看到伊安尼配合。不忍心，唉！我之前就有想到伊可能会反对，只是我想袂到讲已经好好解释啊，是安怎伊也是无法度接受。可能伊身体无爽快啦，啊，才会想讲无想要让全全离伊伤远啦。可能是安尼啦。我嘛是有影嘞，啊，拢无体谅到人诶身体咧无爽快，啊，心情无好。甲伊安尼大细声响啊！我真正是有够见笑的，迄收音拢白收的。妈，你莫安尼想啦，是我唔好，做代志无够周全，无够圆满，让阿母无法度放心嘛，害你操烦，是我不好。你哪安尼讲啊？你是妈妈一百分的查某囝，妈妈相信你。你会替全全吼做一个上好的选择，所以无论安怎啦，你替全全做啥物决定吼，妈妈一定吼支持你。嗯，多
谢你。啊，等你陪妈妈来做志工。嗯。妈，你头毛乱起啊！我替你整理起来。哎呀，好，这边。头都换衫乱起啊，也无好。丽华，哎，好，你某阿家感情真好呢。哎呀，天公伯啊，听会通，好我一个这么乖的查某囝。对啦，恁豆豆阿讲，我先去签到。好，去去去，阿妈妈签一下吼。你甲我讲，新荣爷是啥物人啦？住喺啥物所在啦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啦。家囡仔抱去饲的吼，是一个姓王的啦，伊叫王天树啊。王天树，啊，敢是你妹仔当迄王天树？古瑞啊，啊，你是想啥想到安尼戆神戆神呐？无啦，哎，丽华，啊，最近敢有迄奇怪的人来找亚芳啊？无啊，安怎晓？其实吼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我本来想讲，到时我都无会讲。啊，不过看即摆情形，啊，你早慢慢知，啊，不如吼，我纯粹甲你讲啦。啊，到底什么代志啦？啊，都，啊，都，当年吼。从亚芳抱去恁家附近，但迄个人是我啦。啊！你讲实，我不知。丽华，莫阁阮瞒啦！我知影亚芳吼，毋是你的亲生查某囝。其实吼，当年是有人从亚芳抱来，给我叫我照顾伊。啊！不过我迄个时阵吼，我自身就难保啊，所以我不得已唔甲亚芳吼，等伫恁家附近。啊！不过我知影吼，尾也是恁阿婆家捡转去饲的。你既然在亚芳等伫阮家门口，即摆你是安怎要去讲这个代志啊？啊！都有人，亚芳下落啊。对方是啥物人？你敢有甲讲？有啊。啊！我就甲对方讲，亚芳伫恁家做查某囝，做过来十年啊。你甲对方讲亚芳伫阮家，啊，人也要来认查某囝转去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对袂，亚芳是我的查某囝，啥物人拢袂用来抢走。对方啥物人？去甲约出来，我来甲讲。哎呦，你莫遐尔紧张，敢袂用诶？啊，对方哦，伊来问亚芳的下落了。我都冇看过伊出现啊！我咧想哦，伊可能唔是，要甲你讨亚芳转去的。丽华啊，啊，临终我若阁会拄到伊，我才替你甲约出来啦。啊，对方到底是啥物人？咁亚芳的亲生爸母？唔是啦，伊是当时哦照顾亚芳的保姆啦。亚芳的保姆？啊，伊是安怎了？甲来探听亚芳的下落啊？哈？阿多，这代志绝对袂让亚芳知影，拜托。哎，亚芳啊，真好啊吼，好，安尼啊，无认真礼拜教室啦吼，把迄道具检查下，看有漏胶的，先来去整理。好嘞，嘿。伊两个母仔囝嘞，感情这么好。对哦，唔敢让亚芳知影伊的心事。是为来问，啊，我是要安怎啊？啊！想袂到我细汉时阵故事书，即摆阁用会着。妈，你当初遐尼啊坚持，把这物件拢留咧，确实是真开。啊，物件虽然较旧啊。留在身躯边久啊，总嘛是有感情。拄则我看到遐个老大人，一个人遐尼啊孤单，遐尼啊寂寞，
我是真正足希望我甲全全去美国了后，阁会当利用网络甲因视讯继续回应。亚芳啊，你甲全全要出国读书这代志，敢会用两早进行？你是安怎形容安尼讲？我就想讲吼，一撮路遐尼远，喺国外吼，啊人也无熟，环境也无熟，啊咱两早去适应较好啊，对不？这你都唔免操烦呐。我甲全全去到美国，是甲少峰的好戏做伙住，少峰嘛拜托迄边的朋友甲我斗相共。而且，国较哪紧，嘛爱等我替少峰甲选择拍算，才会当去。去美国了，我就无法度常常转来。我想要利用这段时间给陪你甲爸。你免顾虑我甲恁爸爸啦，阮两个也是想你甲全全吼，我飞轮机票拍的，阮就去找你啊，对不？我即摆是惊恁无适应，所以讲才会讲吼，你要提早出去无啦？哦，妈，你今日怪怪呢。正常若是讲到出国的代志，拢少唔甘的。是安怎今日这尼啊赶紧，想要赶阮出去啊？哎呦，拢是郑奶伊妈妈啦，对不？我本底是同情伊，啊，尾后我冷静想想，吼，讲袂用的安尼，对不？咱是为着全全的未来的设想啊，对不？万不伊吼，伊也想着讲要甲全全留落，啊，想着啥物无理智的方法，啊，安尼就袂用的啊，所以才想讲赶紧叫恁囡出去来。可能是因为破病，才会这尼啊反对。我会好好甲伊讲，不管安怎，我绝对袂让全全未来受到影响，这你唔免烦恼。安尼就好。哎，好。哎，啊，这本相簿哪里只？无怪我拢找无。看到这个相片，直接怀念较早日子。你的查某囝，就是你甲妈妈上同心、上委婉。我是你生的呢，为你巴肚内底出来，当然甲你同心。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给我的，无你就无我。细汉的时阵，夜火、夜天、夜春，常在笑。讲伊个手甲你同款，安尼白泡泡、幼咪咪，有够水个，啊！就只有我，手也两摆，毋是你生个同款。大家因安尼讲，我着足受气个，气到要甲伊冤家。妈妈用我这双手，甲你抱、甲你摇、甲你撑，到遮大汉，无论安怎，你一世人拢是妈妈个查某囝。哎呦！啊，你阁一直想要甲我赶出国，明明就种唔甘我的啊！我就是唔甘，才会赶紧想要叫你去美国。了解啊！你今年想要我出国，唔单是为着全全，你嘛是希望我会当完成当初想要出国读书的梦想，我和我的人生无恙。你放心。等全全完成的课业了后，我就赶紧回来。到时阵，我赶快把你的手呢牵条条，陪你行落去。我会做你甲爸爸的乖啊，一世人陪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生。